月圆人团圆，各位中秋快乐！欢迎回到中秋节的嘴炮摄影师。今天双狮还算有力，但是可惜起了点小风，让傍晚的 session 显得有些纷乱。但没关系，还是一个适合家庭聚会的节日，连猫都跑出来在月光下抓痒。哇，白花艺术！哇，漂亮！哎呦，哎，小心哦，太危险嘞，差一点点，中秋节变成两张板的忌日。哇，这个百花王子，哇，百花王子 ，Body Surfer， 呜，趴板的艺术，哎呦，哇，甩啊，嘿，加速，斜跑。喂 ，come back， 走板 ，hand five， 哇，漂亮！嚯，进管，可惜没有管，哇，漂亮一个甩，漂亮一撇，回到 pocket， 哦呦，小心，哇，右跑变左跑，厉害了，哇，继续起，把白花玩得淋漓尽致。哇，奴婢该死啊！月光下迷路的少女，月亮指引她回家的方向。哎，漂亮！哇，这甩，棒，后空翻。哎呦，哇哟，哎呦，天色逐渐变暗，月光显得格外明亮。哎呦，哎呦，漂亮！哎呦，漂亮！各位，现在站在双狮的提防上，已经完全无法用肉眼看到底下的 server， 需要用相机把 ISO 调到最高才有办法。这个画面会有点模糊，请各位谅解。漂亮！哎呦，一个斜跑，哇，进管！哇，黑暗中进管不容易，找到你嘞！黑暗中的白花骑士。就是你啊！哇，回家咯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哦，哎呦，哇，伟大的平衡感，回家了，回家咯。再次声明，这几位夜冲都是冲浪练了多年的老鸟，千万不要轻易尝试。在晚上你被流掉，就新闻头版见了。哦哦，转向，追，追，哎呦，起来了！哇，宜兰葵小姐，浪都看不到，完全就是靠着脚感在跑的，太屌了！这道有了，有了，所以。所以，哎、欸，啊啊，差一点，上了吗？哎呀，跑掉了！哎呦，起来了 ，hand five， 哦，哇，超级亮！哎、欸，这道有机会哦，这道有机会哦，追一下，追一下，哎、欸，有上了，上了。哇，上了 ！OK， 各位观众，今天的嘴炮摄影师就到这边为止。呼呼，祝各位中秋快乐，一年发大财！我是 Darren， 下次见。